在是最重要的时候，咱要保护好自己，要照顾到别人，做好防疫的动作，就会当减少传染的风险哦。咱要较常洗手的，挂好嘴安，甲别人唔通上我，更加爱注意家扫的礼数，用手按摩，安尼才卫生。甲人问好时，拱手不握手。嘛，尽量卖出入人足侪、甲空气无流通的公共场所。随时注意政府提供的防疫消息，做好一切准备，去倒位拢唔免惊。咱来特别感谢所有站在第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，不管疫情安怎变化，咱拢爱充满信心去面对。大家爱互相鼓励，互相包容，互相加油。正确卫视电视台，甲恁做伙来防疫，守护台湾。